見到我手上拎住呢啲資料，大家係咪覺得好熟口面呢？冇錯啦，就係大家每次入職嘅時候要填嘅強積金 MPF 表格。相信唔少打工仔都會覺得無從入手，甚至係唔知點揀好。其實只要你找到一份基金 Fact Sheet， 就可以看到基金的資料，了解這隻基金究竟在買什麼股票。另外我們也有一個工具教大家去比較不同積金箱的表現，即刻click入內文看足本版吧。